好的，我们来聊聊天吧。今天是难得的一天，是没有课上的。本来的话，晚上6点钟本来雷打不动的一个课，放到星期天晚上去了。那今天的两节希腊语全都请假，一个是改论文，另外一个生病。所以明天的话估计就没这么好玩了，因为如果不出意外，我甚至都觉得自己可能没有来重新的机会啊，就一直要干到晚上去。但就算是把明天的那份提前过了吧。另外的话，这次汲取教训，昨天往海边那边走，其实是有港口的，而且是军港，所以被拦了下来。这次的话，咱们就反方向走呗，咱们就走。虽然反方向没有那边那么视野那么开阔啊，我主要是聊天嘛，就是看见。好，来说说看今天都做了些什么。早上的话，我本来还说是起了早之后去，也不算很早，我想着说下午的希腊语给他整理一下讲义，结果没想到下午他直接跟我说请假了。但我还是把至少明天那份该整理的东西给整理了，也就差不多我们的第二阶段25节课，我们结束24，争取明天。而第24课，其实我们读的是马可福音的1-20节，然后为了能够在第25课的时候把马可福音，或者说把这东西给读完，我就打算说24课我们就属于前面的8节，属于后面的12节的话，我们就读到25课去，也就是读完25课，那我们第二阶段结束之后，我们至少是算是比较完整的把马可福音这部分的读经内容给它读完了。这是不可能读得完的，没有任何一门课至少来说是安排了把整本圣经读完，这不可能，这个只能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他真的想需要我带着他读，那我们也可以专门开一门读经课，那也可以。如果我们用1年的时间把旧约里面如这个旧约里面的摩西五经，或者是用1年的时间把新约的头4本啊，四福音书加最多再加一个5本中途大事录、使徒行传，我把这5本书给它弄掉，到时候再说吧。好，然后今儿上午的话，录了一下这20节经文，用2个视频的一个量，把它录了一遍，算是业务学习。弄完之后出发，这段时间其实基本上中午的时候都在家门口吃一个面，然后就出来，看见那个店老板看见我就知道来个面头，基本上不问了。完事之后呢，今儿既然所有的课全部请假，那么我想着说，昨天既然有以前的学生、善多的学生在直播间里跟我说去老城区那边行，我想说今儿我们就过去，结果没想到还挺顺路的啊，挺顺路的。
没想到还挺不错，跟这个车还挺不错，就随便拍了几张照，发了一个小红书，小红书那边目前来说也有那么至少小眼睛有400来次还是500次吧，还是可以。这比在今天上来说，这看的人数比我的屏保，用屏保的话，它会每天推送一些明星图片吧，比这个玩意儿在小红书上点击率我觉得还高一点。然后说到点击率高，昨天发了一张我的屏保是迪丽热巴的，好嘛，我说了一句，我说迪丽热巴，我看他的在花少里面的表现，因为我不怎么看剧嘛，然后我说他的剧可能还要努力，结果没想到这一下红了马蜂窝了，迪丽热巴的粉丝们不干了，你稍微有一点点质疑他们偶像的东西，哇，指着鼻子骂，或者说追着骂就来了。哎，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哎，高度粉圈化，听不懂，一点都听不懂。哎，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呢，如果、完全没有人气的女星，又怎么来的流量，对吧？这很，就有时候说黑红也是红，对吧？人家骂你，至少骂出流量来了。就光是那张照片，或者说他那个图片那句话，那小眼睛就达到接近2000次了。那从流量上来说的没毛病啊，从流量上来说真没毛病啊。那这应该继续火上浇油才对。这就是所谓流量为王的时代带来的一些把人都整魔怔了。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之前其实发了一个关于点读机女孩的，哪里不会点哪里那个小姑娘，然后后来应该是被举报直接下架了，说违规，很可惜啊，很可惜，很可惜。然后昨天的话我把它稍微改了一下，它是允许改的，没有把它完全锁定，比如说我把它稍微改了一下，基本上就把下面我那些不咸不淡的评论给它删了，或者说我那些给删了，只留了一句，哎，我发现还可以把它给发出来，但是流量已经过了，已经不再是风口了，所以也挺可惜的。本来我在说也许有一个能够点击量破万的东西，最后是现在是停在了5000多次了，小眼睛5000多次，35个赞，其实赞很少，但这个点击量就是挺吓人的。下面的评论也是，如果是像这些明星，那他们的话也许点击量也许不高，但是可能下面的讨论量很大，就像我说迪丽热巴这个下面讨论量特别大，虽然说没有多少人点赞。可能对于我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是终于小红书那边是有点起色了啊，但必须得说是有点蹭流量的做法换来的，纯粹就是分享一些生活日常没人看的，光是这几个争议稍微大一点的一堆其他评论的倒是都涨了不少的，或者至少来说涨了几个粉，长期以来那个粉丝就躺在几十个不动，现在就破近100了吧。作为躺平者，作为自由职业，或者说作为自媒体这边的话，其实也要学习如何去拥抱这个所谓的这种流量思路，你不能够太清高，太清高就真的没得做了，就没得做了，纯粹就是把它当做自己的朋友圈随便发一发，
那另外一方面，今天的话下午是在汕头老城或者古城有一场直播，没想到我汕头去，也是以前我的学生，他也在直播间里面跟我聊起来了。那我去的地方是他的老宅子祖屋所谓，难得啊，难得。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回忆又被勾起来了，比如说以前我曾经在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的带领下，他是其实他以前是在广州出生，但是出生是在广州，但是到后来跟着家人去了香港新界那边屯门。那么他带我去看了一下他的老房子，包括他小时候上的学校，就那一次也挺长见识的。事后讲起来的话，相当于带我去看西关大屋，包括请我吃上下九北京路的这些广式的吃食啊，是吃了一次真真正正的说老店级别，名店老店级别的，像虾饺啊，像肠粉啊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是我吃过的天花板级别的吧。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回忆，就说非常难得。所以有时候说着说着人就 emo 了，说着说着就陷入到对以往生活的怀念中去了。终是旧河啊，现在对于我来说杀伤力极大。好，这是今天最值得一说的事儿，去了一趟老城。然后在回来的路上，那又收到了那个一个 HR 给我的电话，就电话沟通，再次向我推荐汕头这边新成立的一个学校，问我有没有兴趣应聘。我基本上把怼回去了，基本上把怼回去了。其实当然他是一片好心了，只是我自己目前确实不在一个找工作的状态，刚刚才躺平，或者刚刚才好像基本上各方面走入躺平的正轨，再让我去应聘。虽然说是八月份吧，八月份才开始上班，也不至于马上让你去上班，但我都快觉得再早了点，还得再观察，还得再看一看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个自己自主生活的方式。主要是怕刚出一个坑又掉一个，那这真的是不长教训是吧？这就太糟糕了。好，我们今儿不往画面的右边走啊，我们往左边走，就是吸取昨天的教训，再去被兵哥哥又拦住，哎，又是你是吧？然后我就真的是笨透了，太笨了点。今天是天气不太好，阴天，然后稍微有一点点闷，南方的这个闷热天气，潮湿，有点小感觉了。另外下周一的话，就算从一定程度上就算是躺平一周，躺平一周，到时候可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地方。在刚才我是刷视频是看到了
另外一位躺平区 UP 主 B 站的叫海边的地油根尼，我看了一下他对去年他自己的一个总结吧，这可能是在去年交接员也可以，也不算过分，就是在华侨公园，都没什么人呢。还是有的，我看一下，过去，行。那么他对自己过去一年进行了一个，主要是金钱方面、财务方面的一个总结，比如说他在北海五山银滩，五山银滩躺了一年，他是比较纯粹的躺平。那么躺了一年的话，在躺平地域的花费是15000，非常了不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要知道这个可是房租加吃饭加对各种的一套啊，能够花在15000，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我在这边是无论如何15000是下来了，15000刚够我房租，还是刚够，他是还得加吃饭。当然他也说过了，对于他来说，过的是一种非常非常极致，甚至可以说几乎是极致的所谓低欲望生活，也就是他是不吃肉的，他是不喝任何的饮料，只喝白开水，全吃素。而且甚至好像也不是一天三顿，就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觉得我不一定能做到他们的极致。就是我觉得我的花销估计他这东西得翻倍。对于他来说是过类似于快要类似于苦行僧式的生活，因为他说他自己就是纯纯粹粹的社恐，地地道道的社恐，纯纯粹粹社恐，纯纯粹粹的想要斩断一切关系那种，做的够绝。好，那么15000的花销，然后在收入方面，一是被动收入，那边他是买了一些基金啊什么乱七八糟这些理财产品，那么我没想到他的被动收入能给他一年带来10000块钱，要知道现在是什么行情啊。那么他自己说的是10000块钱的收入，再加上主动收入，也就是他做视频发到各平台之后的一个视频方面的收入是6000，所以他说好像躺了一年还多了1000块钱。但是必须要说的是，这是仅仅就躺平来说啊，他接下来就是总结了，除了躺平以外他还有花销，也就是旅游花销。用他的话说，如果他自己都躺平了，他还不能出去旅游，那他才躺平个什么劲儿？那反过来对于我来讲，如果我躺平了，我还要把自己整得朝九晚五，还要跟那些卷的卷生卷死的人一块过那种日子，那我还离个什么职，还躺个什么平啊，一样。所以他其实去年的话还去了蛮多地方，他自己说去了这个新疆，去了西藏，大兴安岭，北京，就什么奇奇怪怪的一些地方吧，总之就杂七杂八加在一块儿，花了多少钱？10000，这已经很好了。说实话，已经很好了。你要知道，我可是去年给自己挖了4万块钱一个坑啊。当然，这个也非常好的反映出你是出国游，他是国内游，这个成本是绝对不一样了。包括这一次，我也是希望自己能够更详细的记录自己在这一年
躺平年的花销。所以从前几天开始，我就开始用一个 APP 记录自己的日常花销。其实很简单，因为作为在这里的日常的话，是真没什么花销的，而且你非常的常规，非常常规。比如说坐车，你每天基本上就是2块钱坐出来，晚上2块钱坐回去，就4块钱。然后是吃饭，吃饭这边还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东西到了之后，把那个冰箱一接，我就可以有些其他的吃饭方案了。包括我那个在温州没有用上的那口锅，希望它还活着，希望它还活着，可以继续用起来。包括对于我来说，一个非常好的事儿，作为自媒体，就是每一次的直播基本上都会有人来看，跟以前直播会出现很尴尬的零，长时间零人在线完全不一样。现在的话至少有人来听，哪怕来来去去的人留不住，也至少流水刷起来，于我而言这也很重要啊。稍微报一下实时战报，现在是开播22分24秒，看过人数556，还行吧。这是汕头从年会。下南洋啊，真是1997年，天哪。战斗事实上哦，我还把它看小了，还不光是南，不光是东南亚哦，魁北克什么温州啊，安大略，温哥华，当年这个地方有一个多么大的一个机会，我天！这是重庆市巧人海外联谊会，筹。
画面里面这个比实际肉眼看到的会稍微亮一点，但现在已经从我右眼来看已经开始变暗了，那画面你会觉得还行。上一次寒假没有到这里来啊，就或者说擦肩而过，当时更关注的是海滨，所以直接从这儿去海边了，没有注意到彼得左手边还有一个花园，哎，还有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公园。好，我们稍微到，我感觉这里看不到什么，就是雾有点大，能看得到远方的海吗？走，超过了，你换车继续跑。走到海边就基本上往回拉去吃饭，然后就是晚上这晚上的自习开始吧，接着整理书看书啊，否则怎么完得成那个任务。昨天给自己布置的任务就开张了啊，我有四本书希望能够在下一周放到网上去开卖。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一次第二次进入躺平模式，经历过在苏州的一年零三个月，这一次换到广东来了。我觉得这一次的话，至少这一开头感觉还行啊，总体来说感觉还行。确实也经历了一些不太顺的地方，但这个或多或少吧，也就是生活，对吧？生活总归会给你整出点难度来的，但是整体来说还不错。然后身边有不少的人还是挺羡慕的，就是每一次你只要自己开启自由职业，我相信身边都会有一群人羡慕，只是这个随着自己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了，羡慕的人会越来越多。前两天装宽带的时候，宽带小哥就很羡慕，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做自由职业。今天该轮到跟我联系的这个猎头了，给 HR 了，他很羡慕，但是他没有办法，很多很多的顾忌，没有办法躺平，说躺就躺。我还是那句话呀，到目前为止的话，估计最不满意的就是我妈，对我最大意见就是我妈了。哎呀，嫌我又开始想起一出是一出的瞎折腾，哎。希望那边那些船不是什么警用船只啊，否则的话接近画面了又麻烦。这怎么死那么多人？不是瞧眼，这是海边的游乐设施是吧？上一次躺平一年零三个月，在至少在最开始的一年里面，我会说你不能够中途去体统上班啊，你中途体统上班就是对自己相当于打自己的脸，怎么样也得要一年之后才能那啥。哥哥，哥哥，
没有想到今天下午在古城那边居然都被保安给拦了一次，不许拍，就是不许拍。唉，不明白为什么连古城都不许拍。你说再往那边去有这个军港吧，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军事禁区嘛。你说连一个古城你都要管那么死，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无聊了。朋友圈里有人问我说，他说不是开学了吗，你怎么有空出来玩？第一个问题就是周末，好吧，真是周末，就算是开学你也得让我有个周末可以玩吧。第二个当然就是我又进入到自由职业模式了。这一次自由职业跟以前完全不同了。如果说那个小朋友海边的迪欧根尼，他的主动收入只能来自于视频的话，那我的主动收入可不仅仅是视频了。而且他说他主动收入的话，一年下来就是6000块钱，我可以非常非常负责任的，咱们这个主动收入绝对不止这个，谈不上很高吧，但至少来说他这个5倍咱们争取做到应该还是可以。其实作为找一个三线城市这样低消耗躺平，你要一年有个3-5万收入，其实也就差不多可以了，差不多可以。要是一年还能有30-50万收入，那不现实。好啊，那你得是什么样的网红级别啊？我们过去往回走了。假如直播间还有人在看的话，欢迎留言互动一下，有什么想问的好奇都可以问一问。我们还是走中间的这个花园了。这几天的话，其实在阅读上是有一定的收获的，毕竟的话，对吧，开启了要把书消掉的那个模式，就必须要开整，开始读，必须要开始读。至少目前能够保证的是每天都会有一个公众号在更新，也许再往后走会有两个公众号同时更新的情况。好，我这边的话就先暂时下播了。那么如果你还想听我唠叨，欢迎到我的另一个号，我用一用我的抖音那边吧，好久没用那个号了，来一路聊回去，大概走过去还需要20来分钟时间。行，先说到这么多，各位，我们下次见，拜拜。